式双刀是咏春白鹤拳派中别具一格、风格独特的南派武功器械。它全长约50厘米，两把重约1公斤，护手钩和护手圈合称太子手，因其刀身似鹤翅，故名鹤翅双刀。鹤翅双刀是携带方便、使用灵活、实用性强的随身短兵器。刀法有挑、砍、抹、凿、劈、削、点、缠、抽、挑、刺、戳、架、格、截、绞、斩、耐、缠头裹脑、舞刀花等。使用中刀法密集，攻防兼备，常反握刀柄，前臂紧靠刀背，做各种攻守动作，又可出其不意地收缴对方的器械。双脚并拢，身体正直，双手握刀自然下垂于大腿两侧，两眼向前平视，呈上势，左脚向前上一步，右脚向前上半步，以前脚掌虚点地面，长计脚步，同时两手拇指外扣，两手反握双刀置于胸前，长计脚请刀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向左脚内侧收半步，长平马，同时两前臂微外旋，两手下垂于两胯侧，使两刀刃朝下，刀尖朝后，眼视前方。左脚向左跨一大步，随即
右脚向前上步，呈布丁步八马，同时左刀向左、向上、向右经面前，滑弧下落至腹前，以刀刃为力点，向左格置于左腰侧，刀尖斜朝上，右刀以刀刃为力点向前上方反撩，刀刃朝上，眼看左刀尖。右刀向左向上，在经左经面前，以刀刃为力点向右格置于右腰侧，左刀以刀刃为力点向前上方反撩，刀尖朝前，刀刃朝上，略向于肩，做右扣左凿的动作，眼看刀尖。上动不停，左前臂内旋下摆，使左刀平置于胸前，刀刃朝前，右手持刀平摆于左前方，呈左横弓刀的动作。上动不停，随上体右拧，右刀尖向右平刺，刀尖斜朝后，高与肩齐，左手向右平摆于胸前，刀刃朝前，呈右横弓刀的动作。上动不停，随上体左拧，右刀尖向左平刺，刀尖斜朝后，高与肩齐，右手向左平摆于胸前，刀刃朝前，呈左横弓刀的动作。右脚向右跨一大步，随即左脚向前上步，呈布丁步八马，右刀向右向上向左经面前滑弧，下落至腹前，置于右腰侧，刀尖斜朝上，左刀以刀刃为力点向前上方反撩，刀尖朝前，刀刃朝后，略高于肩。左刀向左、向上、向右经面前滑弧，下落至腹前，以刀刃为力点向左格置于左腰侧，刀尖斜朝上，刀刃斜朝下，右刀以刀刃为力点向前上方反撩，刀尖朝前，刀刃朝上，略高于肩。右前臂内旋下摆，使右刀平置于胸前，随上体右拧，右刀尖向右平刺，刀尖斜朝后，高与肩齐，左刀向右平摆于胸前，刀刃朝前，刀尖朝下，做右横刀的动作。
左旋臂内旋下摆，使左刀平置于胸前，随上体所拧，左刀尖向左平刺，刀尖斜朝后，刀与肩齐，右刀向左平摆于胸前，刀刃朝前，刀尖朝下，做左横弓刀的动作。右前臂内旋下摆，使右刀平置于胸前，随上体右拧，右刀尖向右平刺，刀尖斜朝后，刀与肩齐，左刀向右平摆于胸前，刀刃朝前，刀尖朝下，做右横弓刀的动作。上动不停，左脚外摆，右脚向右上一步，呈右步丁步八马，两前臂外旋，向上向里剪刀，两刀左上右下交叉于体前，左刀尖朝左上方，右刀尖朝右上方，刀尖高约眉齐，目视前方。右脚上步，上提微左倾，右手下摆，右肘上提，右刀以刀刃为立点，沿身体右侧向下切截，停于大腿外侧，刀刃朝下，刀尖朝后，目视右下方。重心移至右脚，左脚提起上步，上提右转，右腿提起，脚尖勾紧，右刀以刀刃为立点，沿身体右侧刺上而下向下切截，刀刃朝下，左刀向上下于额前上方。右脚向后落步，身体右拧，右刀抽回上架于头上方，同时左脚提起，左刀下切于身体左侧，目视前方。上体左转，左脚向前落步，呈左步丁步八马，同时左刀上提，与右刀同时向前下方点度，刀尖高于腰齐，眼看右刀尖。
右脚提起上步，身体左转，右刀上架于头前上方，同时左脚提起，左刀向下切于身体左侧。右脚提起上步，身体左转，右刀上架于头前上方，同时左脚提起，左刀向下切于身体左侧。上体左转，左脚向前落步，同时左刀上提，与右刀同时向前下方点舵。上体左转，左脚向前落步，呈左步丁步八马，同时左刀上提，与右刀同时向前下方点舵，刀尖高于腰起，眼看右刀尖。右脚向前上步，长右步丁步八马，右刀向上提起，左刀平收于胯侧，然后左刀向上反撩，右刀下切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向前上步，长右步丁步八马，右刀向上提起，左刀平收于胯侧，然后左刀向上反撩，右刀下切。身体左转，右脚外展，左脚向后退一步，两刀绕过头顶，做缠头的动作，向左前上方抽出，刀尖斜朝上，略低于肩。右脚向后撤步，同时两手向右，向后绕过头顶，向左滑，收至腹前，随即以刀尖为立点，快速的向左前上方戳出，顺势回弹至体前，刀尖斜朝上，略低于肩，眼看左刀尖。左脚向后撤步，同时两刀向左，向后绕过头顶，向右做缠头的动作，随即以刀尖为立点，快速向左前上方戳出，并顺势回弹收于体前。
刀尖斜朝上，略低于肩。上势不停，两手在胸前，做五花刀的动作，然后两手向上划弧，使两刀分开，呈倒八字形斜竖于体前。上动不停，右脚蹬地跳起，身体腾空跃起，随即左脚落地，两臂先略外展，摆动交叉于胸前，右脚蹬地，右刀下切，左刀上架于头前上方，身体起立，左脚提起，右手回接，在胸前五花缠刀，两眼目视右前方，右脚向右前方落地，双刀同时向右前方刺出，目视右前方。